喂，你喝多了呀？是，哎呦，有一点多呀，那个头有点晕晕的。老板，我去开车，先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我现在不想回去，我想去泡个桑拿去。那中啊，泡桑拿，我送你去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先回去，我自己能去。那中啊。先把这个送给俺们家你嫂子去啊。哎，这包是啥？怪沉的。新球，当然是钱了。哎呀，这包钱呢？这叫潜规则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今年我哥小雨个项目，他挣球了不少钱，这是他拿来孝敬我的。他还想明年给我这儿再干几个活，再要给他点好处的，知道不知道？哦，你看一定给我注意保密啊。中啊。放心吧，你这别玩儿。嫂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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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来了，谁呀？嫂子。谁呀？啊，嫂子。啊，你刘书记吧，进来进来进来。小刘，坐。嫂子，家里没人吧？没有啊。那倒好。我给钱，给钱也不中。是老板叫我来的。老鳖子，自个儿不沾，还让司机来干。今夜晚风吹，今宵多珍贵。啊，你兄弟相聚是幸福。